亲，不能。怎么样，我和八小米？顾寻就是挺猛的一个人，就林一跟顾寻都是闷骚型的，偏狐狸男的个性。小恶搞，小腹黑。这衣服和鞋子是唐先生送的。哎呦，有！他这个角色是我没有尝试过的，是一个比较酷、比较帅气的女生。男人在我眼里如同白骨，就像重庆火锅一样，非常有魅力的女生。你敢说没有？因为他被男主的一些话然后误解成另外一种性格。你就是真绿茶，然后我是假白脸。我自己来就可以。我不喜欢你。我先是拒绝了这个人，然后发现这个人是自己暗恋了很久的人，女生。我在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被顾寻拒绝。同名同姓还同校。怎么让他原谅他，然后怎么表白追到他。你也不必如此吧。原来他是这一套啊。两位再面对面看一下，那个面对面这个。我不认识。刚林一说，他说我说他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，他说就是周也这样的女生。他们有些私底下的互动其实是非常自然的，像秘密的东西会跑出来。这个，我想要这个。全拿。他这个，我都感受到我自己在微笑，有被他们吸引到。他们没有在演戏，他们甚至不需要讲台词，可是你就会看到他们两个很有爱。现在呢？现在呢？不许闭眼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又没办法。不行。嗯。有一点，那怎么办？然后小野你往他，你往右边看一点点。这样子，其实跟刚刚差不多啊。刚刚对眼了吗？对呀，看近的是吧？对对对。我也知道，我想就这样。当然很不现实，就是用在身上是吧？很容易断裂，对不对？不了。现在没有顾城的味道了，快点，我出去爽了。你等会儿，你先把钱给他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阿玲，来，现在磨，现在磨，现在磨。哎，怎么跟东北腔？阿玲，磨了吧。好，现在在。讲了。坐着我的衣服了。
看到顾群那个中分线转就笑场了，但是转身看到顾群在找位置。顺风一下，这个红烧狮子头也不是办法的。老师，你先让，你先这么转，让他打。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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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